大家好，今日系四月十六号。今日嘅系指数咧，虽然系唔系见到有太大嘅系升幅，系拉锯紧。即系以板块嘅表现嚟讲咧，就变变到咧系有较多系有上升嘅。咁板块嘅升幅同埋指数嘅升幅，有阵时系未必会系配合。原因系呢个系板块入边咧，唔系一定个个都系有咗个指数成分股嘅。